黑什么 ？Van life。你要转的不是里面的，是外面的那个。你有的。I know。我要转的应该是这一个。对啊。嘴巴打开吗？这是打开的，这是 open。Okay。 好，那你借我过一下。那个那个，我自己来了，我都在这下面了。这是 open 的吗？对。快去！昨天晚上呢，我们经历了最可怕的一晚，因为风大到我是觉得我们的 van 都要被吹倒了，太可怕了。然后我们家两只狗，哈娜跟伊吉，他们两个吓到，两个就直接跳到下面的床上面，跟两个小朋友睡在一起。怎么叫他们，他们都不肯下来，因为太害怕了。经过了昨天晚上的强风呢，我们现在整台车子里面全部都是沙子。睡在沙子上，这位先生呢，他是没办法接受他的车子上有一丝一毫的沙子。昨天非常非常焦虑，因为我觉得车子实在是太脏了。其实有很多人昨天是搭帐篷，觉得我们实在是好过很多，因为他们那帐篷都已经被吹得歪七扭八。我今天早上起来看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人都已经抛弃了他们的帐篷，直接把帐篷丢在垃圾桶里面了。真的假的？超多！今天早上丢垃圾的时候，我发现垃圾桶里面全部都是帐篷，因为帐篷都被吹坏了，就只能把它丢掉，然后就睡在车上之类的。下次呢，我再提议要来旅行，我老公可能会说不要。Van life 就是这样子啊，会有点沙，会有点土，吃点沙，吃点土是正常的。你现在吃土，你现在吃土。早上就是一个逃难式的状态。现在才是几点？8:40，我们已经出门了。我们现在前往拉斯维加斯，然后我们要在那边进行一些补给，买一些菜，买一些东西吃。然后呢，下一站呢是大峡谷。在出发之前呢，我们会先经过拉斯维加斯俊俊最喜欢吃的一间餐厅，再开4小时就可以到我们下一站大峡谷。今天晚上呢，会住在一个叫 Page Arizona 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是一个私人的营地，所以它稍微设施会干净一点，然后洗澡啊、洗衣服啊，然后什么东西都有。啊，旅途进行一半，还有2天。加油啊！至少我们的车子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的健全。这几天呢，听到我这位先生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就是这句话。完了，完了。听到这句话，火都上来了。在睡觉前跟他讲，为什么听到“完了”这句话会这么不开心？因为“完了”这两个字，从0到100都有可能。就是其实也没怎么样，到完真的完蛋了的那种都有可能。我完全没办法 measure， 就是没办法测量他到底这句完了到底是什么。你今天早上也跟我讲完了，你是不是来个月经就完了？我来月经是0还是100？你自己说。我是故意这样子，少，我是故意要像是吓你一下而已。我想说，我每一天接受你这么多完了，我总要回复一下吧，让你感觉到紧张一下。你刚才去上厕所，上厕所回来，你跟我说完了，在我脑海中，我能想到唯一真的是100的 situation 就是你拉在裤子上面。不是，是我怀孕的。世界上最爱吃的是什么？血肠汤，一定要这一家。爱吃 mac 奶奶的味道。我最爱吃 mac and cheese。奶奶又千里迢迢经过 Las Vegas 就是为了吃这个。你有来过 Las Vegas 吗？有啊。有啦。我不知道。有什么？我想这个。对啊。你不想这个是什么？看得懂吗？那你想看 ？B B 吧，我想 B B 吧 ，B B 吧。
们现在呢在开往去羚羊谷的路上，然后刚才在路边呢突然之间看到这个地方景色实在是太漂亮了，所以我们不得不下来带大家看一下 Utah。好像拍出来就没有那么壮观呢，但是天哪，这个地方好冷哦！这里。Hello。嗨。好冷哦！穿鞋走吧。Emma， 这个地方是 Utah， 你这辈子没有来过 Utah， 这是你第一次来 Utah。Utah 是什么？这个地方是 Utah， 踩一踩 Utah 的土地。你来过 Utah 了。超赞的。他知道。那 Ari 呢？ Ari 也知道，但是 Ari 下来的时候需要帮忙。上面会很冷啊。给大家看一下，刚买的这个麝香葡萄，一串19块，还是要打折哦。19块美金。对。但是呢，摸摸看，东西感觉吃了会有超能力，像那个鲁夫一样。Hold no, hold no， 那个恶魔果实，好吃吗？摸摸看，大家都吃完了，只有那个小女孩还没吃完，一个人在外面吃晚餐。我真的不晓得这个葡萄要怎么洗。现在呢已经到了 Page Arizona， 这边呢就是非常靠近马蹄湾跟羚羊谷。那今天开了前前后后加起来6个小时的车，啊，好累哦！过两天还要再开。我要吃什么？我要吃 ice cream。过两天要再开6个小时去 Tucson Arizona， 最后从 Tucson 回家要开10几个小时，我的天哪！告诉大家一件非常酷，好吃吗？很好吃哦。这时候需要一个特效，噔！刚刚在开车的时候呢，我意识到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在加州死亡谷，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到了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吃午餐，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开到了犹他州，然后在犹他州拍了一些很漂亮的照片，然后晚上我们来到了亚利桑那州，在这边睡觉，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玩了4个州，哎，我们一天玩了4个州，哎。没有，是一天开过4个州，没有到玩了死。开过。Emma， 我们在什么地方 ？Arizo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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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Arizona。Arizona。A few moments later。吃什么东西吃成这样的哈 ？Ice cream。我看一下，笑一下。Oh, no！ 牙齿掉了，我的 Emma 要缺门牙了。怎么办？谁敢拿？谁敢拿？谁要拿下来？你要自己拿吗？会痛吗？你是不是要哭了？你不要帮他拿，你帮他拿，他一定哭。有血。你等下，这个先给妈妈。这个先给妈妈，这个先放水槽。天哪！没有一点点血而已，这是正常的。他掉下来了，不要掉下来！怎么办啊？谁帮他拿啊？准备了。牙医来了。啊！还没掉哎。掉了吗？我看一下。收好，要给 Tooth Fairy 哦。我们带回去给 Tooth Fairy。可以看你的牙齿吗？看这边，看这边，笑一个。艾玛，你看起来像你小时候的那个朋友。艾玛，你不要太快长大好吗？你两个都不要太快长大。我想要拔我的牙齿。你不要。为什么要拔牙齿？我想要。你看，我想要有新牙。有拔干净吗？有啊。连根拔起，对不对？我可以看吗？我可以拿着吗？不可以。我女儿要长大了。那个牙齿破了。11月20号，2023年 ，Emma 掉了一颗门牙。我想要放在哪里呢？
Love you。碗里面啊。在这趟旅程当中， Emma 的两颗门牙都掉了。我希望当他们换完所有乳牙的那一天，还是会想要跟我们一起去露营。哎，看得到我吗？会不会没有太阳？我们要去马蹄湾。其实我跟琪琪已经来过，琪琪来过，但他们两个没有来过。我们上次来已经是十年前了。十年吗？超过了。今年2023嘛。对啊。2013年的六月，十年，对，十年多。看起来好可怕哦，那个边边。哇！看到了吗？站在这边都觉得有点害怕。好，我们坐着。有个 boat。对。他就拜拜了，他就再也见不到他的爸爸，就死掉了。那如果他们没有一个爸爸妈妈，拍得到吗？爸爸，你可以再近一点啊，不要害怕。我觉得这种观光景点应该禁止大家带手机跟相机，因为当你带着手机跟相机的时候，你到这边你根本就没有真的在看这个地方，而是为了想要拍一张好看的照片出来。但是这张照片，说真的，你之后还会再拿出来看吗？就像我刚才离开这边的时候，就感觉我刚才只是为了拍一张照片，马蹄湾长什么样子，其实在我脑海里面有一点印象都没有。我现在要不要回去再看一次？拍完照之后，就把手机收起来。然后好好欣赏一下，记在脑子里面，不需要像我这样现在有点后悔。That's it。 上面的窗户有关吗？没有。每一次都忘记。 OK， 我们今天本来第二个想要去看的东西呢，就是羚羊谷，但是失策，都是我的问题。因为羚羊谷呢，它是在，包括雷马蹄湾也是，马蹄湾它也是在印第安保护，印第安保育区，是这样讲吗？反正这边的领土呢是属于印第安人的，所以羚羊谷那边呢，你必须要跟导游才可以进去。然后呢，羚羊谷有分两个，一个叫 Upper Antelope Canyon， 另外一个叫 Lower Antelope Canyon。那大家通常会去的就是看到那些很漂亮的那些在山谷里面的那些照片，都是在 lower 拍的大部分啊。那 lower 的话呢，今天明天都卖完票了，然后没有票的话就不能进去，只有这两家印第安人的公司呢才可以带大家进去游玩。我记得我们上次来的时候有去过，那因为这个礼拜感恩节放假，所以真的没有办法买到票。结果我们来了羚羊谷，却没办法去看羚羊谷。这个收讯很差。那要去哪里呢？我们家的缺牙妹妹，缺牙小姐姐，下一个。我是缺牙妹妹，就我缺牙了。